小伙伴们大家好呀，这里是然安，真的是总有狠心的作者大大，明明正文都甜甜的 HE 了，番外或者结局非要写生老病死情节，番外用来写甜蜜的恋爱日常它不香吗？用来写各种场景买可乐它不刺激吗？然安最近真的连续碰到这类文，一不小心就被寿终正寝，真的哭了，我的纸片人男神们不是应该都长生不老的吗？唉，嘤嘤嘤。不过没有指责大大们的意思哈，确实很多因为结构或者情节设定必须要有这种情节存在，甚至可以升华全文，但然安的玻璃心也确实被虐到了，所以这期视频来盘点十篇正文甜甜 HE 番外虐虐哭唧唧的文。本期视频不做讲解，只节选刀子段落，玻璃心小可爱慎入。虽然是盘点合集，但这十篇文也是然安非常想安利的，都是神仙文，都超好看的。不要受这期视频影响以为这些文是 BE 哈，这些文真的都是 HE， 大部分还蛮甜的。下面开始骗眼泪喂刀的哈。对了，偷偷告诉你们，部分片段有声控福利掉落哈。还记得那首诗吗？记得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，欢愉在今夕，宴晚即良时。努力爱春华，莫忘欢乐时。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。情藏被岁月，执手间穷尽一生所愿，此生愿为护你完全。难睁眼来去天也间，北风零落草木边，难眠的那天风烟隔间，天涯边你和我随风远。我有三个问题，如果三个问题答案全都是是，就不怕。说说看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天堂的人会做梦吗？会的。第二个问题，天堂里有电影院吗？有的。第三个问题，咱们还能在一起吗？当然能。那就不怕。我突然把自己将来的墓志铭给想好了。嗯，是什么？就写这是一个幸福的人，他这一生从未离开他的挚爱与梦想。感恩上天偏爱，最感激不尽处，当属结识师弟深，我自认混长轻狂，但情义真诚，定竭力爱护宝贝珍珠，一生长短未知，可看伺候今年，夜深呼延，句句肺腑，丁寒白书。Thank you.
那句话是真的。爱上一个人，就如同满身都变作了软肋，一触即死，就像是突然披上了战甲，从此所向无敌。但你是凤凰，你其实可以永远不老不死地活下去。那里又黑又冷，我想跟你一起去那个世界，我可以永远所向无敌。既然这千里之地你不肯要，那将此地封于你，你要不要？臣姓甚？